媒体万万千，搜索无极限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媒体大搜索》，我是主持人金玉。那今天的值班小编呢，还是舒燕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小编。我们的《媒体大搜索》啊，除了可以通过电视收看，也会在看看新闻 APP 上及时呈现。大家可以扫描屏幕的右下方看看新闻二维码，关注更多好看好玩的新闻。好的，谢谢舒燕。那接下来我们同样是进入正题啊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糊涂父亲没驾照替儿挪车闯大祸，名贵手表被调包，警方调查追赃物，琳琅满目保温杯消费选购有讲究，鸟屋入住上海滩，老屋变身新地标。精彩资讯不嫌多，锁定媒体大搜索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带您看，那先来认识一些人啊。